我是王。I am the king。 为什么写这么一句话？我代表中国人，我觉得我们中国就是王，一种精神就可以足以表达我们一切的坚持和信念。报告完毕。我觉得班长定的规则应该班长接受惩罚，输了话。大白羊，你这么机智，你的粉丝知道吗？对，你是国家冠军，你都拍着呢。注意形象，注意形象。一妹看着你呢，大白羊。哎，要照黄子韬这速度，我们还有赢的希望。快点，快点，快快，第二波快开始。快啊，涛涛。你帮我吃一块吧，我实在吃不了了。好，班长可以，班长可以给帮忙啊，班长可以给帮忙。因为我们队员是真吃不了了，所以我要给他分担一下。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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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要赢了，要赢了！很快、啊！哎呀，接力啊！掉了！喂，在后面掉了一块。宝宝抓完了。这还有半块，不知道是谁的，肯定是你们的。准备好宣誓了吗？准备好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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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流水作业的吗？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。一样啊。这是一样庄严的，还有神圣的事。这就是你们要宣誓之前的状态吗？不是。不，我要去换地方，我不想在那里。孙杨。到。黄子韬。到。发言准备。按照我们特种部队的做法，完了，不多，就十个，一下去二起来，站起来，一、二、还有三个，站好，八、二、九。十，二，笑吗？不笑了。这是一个庄严、有神圣的场合。进。你们俩也是一样。有力。回去。回去。有力。能不能快点？回去。干嘛的哥？我真想割了，不是你让我回去的。瑞，经理，我想跟冠军拍一个，最萌身高差。好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接下来。我也想要跟他拍一个。看我这，一二三。一二三。今天晚上我们有一名新同志因为有新的任务将要暂时离开我们，孙杨到，出列。说啥说啥，说啥，教官？让我说。告别，你有组吗？各位同志，因为北京有任务，所以说我得先提前一天回北京。但是我的心还是和大家在一块的，希望大家在明天的训练当中可以继续坚持，有更好的精神状态。我还会再回到这个集体和团队当中的，谢谢。
群众链。围巾特异队，远远等着你。谢谢教官。